请收看《为心世界》，用心看台湾。各位孙兄叔姐，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佛经。师父弘法上师开始，咱启建水陆大法会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咱必须要仰仗佛力，灌顶加持，佛光普照，进入咱每一个人面容两界的心灵当中，让咱唔通搁再犯错。对了，无间的地狱之苦，所以在咱一未年农历3月26号，咱已经得要到，也要举办着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会当回来闽永两里。所以咱今日特别邀请的是咱禅机山仙佛寺典仪主圆瑶法师。圆瑶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雅琪师姐，你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头前啊，信众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圆瑶法师，我相信真侪人吼对着讲圆瑶法师伫咱的这事务部的典仪组啊，这个典仪组到底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典仪组，哎，我是属于总本山的典仪组，嗯哼，就是讲咱啊所有法会，吼，啊是讲有什么一挂活动的时阵。有一些法仪，我们要去注意的，我都要事先的去把它安排好，做这些工作。是，就要开始打点这些的事情，是跟各个部门有相关的人，供咱的法会今麦要安那来进行，安尼的对吧？对，然后跟各部门的人联络，这部分由你做，那部分就是咱特别的法会，拢有分做一挂。贡品啦，准备经典啦，诵经啦，很多的部门，那我们全部要通力合作，所以让大家大家集合起来，我们就是说啊，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啊，把这一次的活动法会把它办圆满。所以提到这个水陆大法会，更加难度更加高哈，因为我们就是有聘请外来的高僧大德将近百位嘛哈，那每天在法会期间都要来诵经嘛。这是怎么来安排？这个我们事先就是这回法会，我们要以全部咱所维新圣教宗门里面的所有学员，还有各分寺道场的主持，跟这样咱的贤士同修们，大家共同来把它圆满。不是讲一个两个，因为你咱甲出家师父。邀请那么多来，那第一他们来的时候得咱都爱讲处理好，各来因为整个用品我们都要去处理，再来送进的时候他们的茶水，种种也是讲啊，即马天气呐都着热，因上天先归先归当，所以这些啊，等放下一块器具遐，拢很事先的准备，像法师让他们能够说哦，安尼就心情很愉快，就甲咱这场法会的上经，是就是会圆满。是，所以这场的法会哈，这是动用到人力、物力、财力，实在是非常的多。尤其我们还要呢，邀请这佛菩萨呢，光降咱的坛城，来加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哈，帮我们消灾化解之外呢，还要邀请到十方法界在众生啊，也是讲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殊胜哈。所以在法会期间呢，我想啊，虽然就是在我们的农历3月22号到农历3月29号哈，也就是我们的国历5月10号到5月17号，不过呢，这之前要忙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到底都在忙些什么事？第一，我们要先把法仪写出来，
让所有的分析都丢完主题啦，各位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怎样讲？因的康会是福接多一段，因为水陆法会里面，我们有七坛是一所，所以咱爱好大家分配讲福接多一段是。啊，因为大家都属龙公凶嘛，所以首先拢爱去请假嘛，啊，请假咱有时间吼，比如讲我们这次水陆法会是五月七十到五月七七，拢总有八天。那八天的话，其实不止八天，因为各事前的准备，各单程因爱先来报的，哦，算算算，超爱几十天的时间，几十天的时间，对，化工的部分，因要来来几十天，是，那几十天，他们事先要把工作排好啊，你该请假的，该那家己爱先切个好啊，是是，所以第一，所以咱华语一定爱先出来，是，所以在过年前，哦，师父的工最后一次的法讲师会议。师父就讲，法仪要先分哦，所有的法师讲师，吼，等于让因先了解一下，再过来。然后法仪出来了，对，就是讲，咱时间已经确定了嘛。嗯哼。过来，咱来甲出家师父、明定大法师、大和尚，咱爱甲讲，师父啊，麻烦吼，这回水陆法会，你爱管调一挂出家师父来，搞完圆满这个水陆。是是是。吼，再过来呢，吼，咱就是讲报名表。紧的印出来，哎哎是，哈，报名表赶快把它列印出来，我来收为贤士同修，因为最主要我们没有花邀请函给所有的信众跟同修，我们就只是靠着说大概上课互相啊华讲师去讲，那过去呢，因为我们已经十五六年的法会了嘛，是，所以话，所以有参加过的信众，他们会打电话进来问，啊，就我们哦，就会那做完换回当时，我跟他讲，说我们报名表赶快印出来，是，有需要的话就传真给他们，是。那至于各法讲师，就拿一些给他们，然后登一梯嘛。所以就是在各个道场，对啊，这些法讲师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学员信众呢，也嘛是想要来参加咱的这样的属性的追的法会嘛哈，所以他们就会拿一些报名单，对，对。过来嘞，咱爱准备的就是讲，咱嘛爱。虽然是讲咱的学员信众，我们这十几年来都无画邀请函，但是咱爱准备邀请函，爱来邀请诸佛菩萨啊。哦，还有邀请函，哦，是是是，邀请诸佛菩萨，怎么样邀请呢？我们会有打一张邀请函，然后经由师父哦写说邀请东方佛世界诸佛菩萨，然后师父盖章，哦是，表示是诸人。先邀请，哦，是是是，所以那个盖章就是讲，我主人给你邀请，啊是。至于禀报的话，主人若无用，要紧，叫一个人上去。哦吼，那边那上，那上。那我以前的话，还没有总执行长跟副执行长的时阵，是讲讲，啊你是典仪组的，就由你禀报。嗯哼，好，是。啊，现在有总执行长跟副执行长了，那我们就由总执行长来禀报。哦，是，所以我们今年的总执行长好像是我们台中道场的主持圆义法师，对，那副执行长好像是基隆道场的圆堂法师，是，所以他们两位一定要到吗？对，来邀请，对，来邀请，哦，是，因为我们邀请之前，现在师父还规定说要先送天德经，嗯哼，还有老祖真经，哦，是，这两部经上山了再来禀报，所以典仪组长圆耀法师你要到了。那我会在那边就跟他们讲说要怎么做这个法仪怎么样做？对对对对对，哎，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邀请这些十方法界，还有我们的邀请诸佛菩萨，哎，这个不是说杨修拜拜供这的喝，哎，这个整个规矩，整个礼数，咱都爱做有够。对，师父讲，咱就虔诚的心去邀请，然后准备香花果传呐，哦是，哦还有太极经呐，禀报的时候禀报还要奉送啊，嗯哼。再过来，我们就是还要安定歌啊，你禀报诸佛菩萨，你还要邀请众生啊，啊是，十方法界众生啊，所以爱个安定歌啊，啊，然后定歌完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还有内坛呐。我们
内坛不是有四圣啊、六道、四凡、六道那些啊？嗯那邀请他们来，要怎么来？是，所以那里有一个安一个天梯。好，天梯。安在哪个地方？安在我们内坛的正前面那个门的整个延伸出去，会用一个布，那是七色的布，还是七彩的布作为天梯，然后整个把它延到我们现在那里有一个小南天门，从那边延伸过来。哦，所以他们来的时候邀请都是走那个天梯进来的。是是是是。哦，天梯他们来了要不要先收起来？因啊，家诸佛菩萨搞的时阵，伊要来内坛啊。这个天梯要收起来吗？还是就放着？不用，因为后面还有我们的祖先呐、啊，冤亲债主要从那边过来，从那边进来啊。哦，是哦，不是说你想从哪里哪个门进来就可以。哦，原则上到内坛是这样进来的。哦，是是。不过我还想要请问你哦，我们在发邀请函邀请这些诸佛菩萨的时候，是在我们法会的前几天来做这些事？譬如我们法会现在是咱是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嘛，是3月26嘛。嗯哼。那3月26呢，不一定是礼拜六、礼拜天呐、啊，是，而且我们的法会都是一整整的八天的时间，是，所以我们原则上会从礼拜天到礼拜天，嗯哼，哦，那礼拜天到礼拜天的话，大概都是在3月19到25这个中间、会碰上礼拜天，再延续下去的下一个礼拜，这样就是一个礼拜，所以我们的邀请函会在3月1号，哦，开始邀请，3月1号。那我们在3月3号的时候也按丁哥哦，是，这按丁哥哈，这个丁哥的法仪呀、最主要是什么？但丁哥我们到底要按多高？以我们新佛寺总本山哈来讲哈，因为我们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水陆大法会。我较早听民间的讲讲哈，像一般如果社区法会的时候啊，有供庙。供庙顶个安较悬，咱厝里有人较早古早拢有安顶个嘛吼。哎，听说有一定的高度，不要太高啊。这高跟低有什么差别？以前都咱保利有一挂出家师父，就甲咱的师兄师姐讲，嘿，什么分什么缘呐、啊？嘿嘿，嘿，伊那是哦，顶个人安足悬的啦。好、哦、是。哦，啊，因敢迄个功德力。嗯哼。那后来我们就问。为什么丁哥若安悬的爱有功德力？是，伊讲因为丁哥若安愈悬，吊起来，即个法界众生啊，灵界都愈济。哦，是是是，哦。所以讲高低的话，一般寺庙就是看那个迄间寺庙主持，他的愿力吧。是，伊若讲啊，我都差不多要偌济，吼，我的能力做得到，我的愿力做得到。那伊都按挂挂，所以没有一定。而且按丁哥，咱古早咧按丁哥的时阵哦、是爱去测去来画碟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咱即马就是讲啊，咱咧机构啊，咱咧事先采好啊，是是，时间搞得甲累起哩就好啊。以前不是哦，而且我们按丁哥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们测碟啊。不是说去，那么倒一张，甲地主讲甲凑起来就好安尼。哦，不是看到你喜欢那个高度够就凑起来。不行嘞、欸。哦。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年，刚才我们还不清楚嘛。师傅就讲啊，温师兄，温师兄，咱吼当时得要安定哥哈。啊，麻烦哦，你去找一张碟啊，吼，爱甲伊迄头嘛爱当作歪起来哦。是是是。哦，啊，你要甲地主讲哦，讲哦，咱要安。等凑几张票按点歌，结果问那头，那温师兄都，一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师傅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是，去了被甲凑啊呢，嘿嘿，就开始不舒服了。哦是，被甲凑一点人都不舒服啊，都开始干扣啊。那到底要什么样的法医？就问师傅了，师傅我袂做人都干扣。哦是是，后来师傅讲，你要凑点啊，你要准备4黄金300。哦，4黄金300，嘿，福金300，还是寿金300，嘿嘿，哦，啊，水果爱3种，嗯，搁香，然后你啊，甲拜拜嘞，嘿，啊，讲我要甲你请起来做什么作用，哦，完了再当甲迄个得个恶起来，哦，唔是话迄扯讲规案头讲恶起来，不行不行、哦，这样子会出问题，是是是、啊，所以有这件事情，咱来当了解，不管你要，只要是我们活动要用的。不管碟啊、球啊，你要去给画人好好滴啊，你要给画，你一定爱给伊穿物件，给伊讲，我是要给你出起来
做什么作用，是还是有法医的，比较不会有问题。没错没错。所以他都要立功的愿大力大哈，安丁哥向师父就是愿这么大，希望达到世界和平。老祖师尊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呢米扬两利，在这个水陆大法会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的丁哥哦，在很远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是真的哈。那当然哦，就是说安这丁哥大概要安几只啊？他是有什么样的代表吗？咱家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安几只，但是咱家那水陆法会的时阵是安三只，是是，中飞机就是尊圣咒，嘿，哦，尊圣咒。尊圣咒，那是菩萨的咒语，就是迄个迄尊圣王迄个菩萨的咒语。哦，最主要是请菩萨，请菩萨来。然后再过来另外一支，哦，左边就是韦陀伽蓝护法菩萨，是是是，哦，请他们要来帮我们收复这些坛城啊，是是是是。然后右边这一支是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是，所以我们就是丁哥都招请来了。所以师父开始呀，咱安定歌完了，咱那发挥时阵，大部分都会有阴冷的瑞象。哦，是哦，因为呢，如果风来临的话，就表示说法界众生灵啊，因拢来护持。啊，是是是是。啊，那是后来啊，表示讲诸大如来菩萨啊、圣众啊、天龙护法啊、殿啊，因都拢一起来这个普化甘霖啊。普照啊，加持啊，护持这些众等，好，咱这回法会得当顺利的圆满。啊，所有地主哦，众殿该虔诚敬礼的，爱感谢诸佛菩萨，法界众生，给各位善心大德众殿的护持，啊，咱就感恩不尽，阿弥陀佛了。哦，是，这师父的开始。所以安丁哥也是在法会之前就要做，那是在什么时候做？安丁哥三位切沙，三位切沙，嘿，因为三位切沙都我是。迄个地下宫的生日。是我先天上帝啊，是是是，所以师父讲，阿咱就同即感恩，较殊胜。哦，是。所以其实在法会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呢，所有的咱看到在法会期间呢，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法仪或者是诵经的这些高僧大德，或者是所有的包括咱这个七大几寿哈，这种已经全部都好了，事实在忙了前面的工作太多了。请这样你讲前面工作都好了的，其实这拢超得半个月前开始准备啊，因为有硬体跟软体。哦，是是是。哦，所谓的硬体，就是譬如讲，哦，我们有一些那个坛城啊，必须要垫房啊啦，爱布底下是硬体。啊，那软体就是咱啊，原子法师啊，原相讲师啊，用事先的接受报名跟年会，遐拍出来。叫做能对，叫做爱打开。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整个仙佛寺、底兰总本山，大家忙得不亦乐乎。那最重要水陆法会呢？最重要的就是讲，我们一定要诵经。它有规定。是。哦，我们楞严经一定要24部，至少。楞严经由谁来诵？就是事前的话，就是由我们的那个梵呗学院。院长他会指派这些梵呗法师，三宝寺的梵呗法师、仙佛寺的梵呗法师的一些人送什么，一些送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我把它稍微累了一下，有14种。第一种是楞严经，第二种是那个顶礼大悲忏，还有顶礼地藏经要2部，那还有金光明经，24部。还有活说观无量寿佛经，还有活说无量寿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还有妙法莲华经，是，还有梁皇宝忏，还有大方广圆觉经，是，金刚经，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其中有一部经就是有受戒的才能受，
像我们在家人没有受戒就不能送，哦哦，是是，就是那个幻网菩萨戒金，嗯哼，嗯，这一部比较特殊，要有他们，嗯，那像我们在七天八天的宴口，八天的那个法会里面，就要有五坛的宴口坛。哦，是是，对，是，是，是，这些都是，这些经事先都要送，至少可多不可少。哦，是，所以说诵经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呢，还是在分布各个道场有指定的这些法师来诵诵经法师？因为我们的诵经法师，好，哦，大部分都是做法工，嗯嗯，所以你讲要甲伊集合伫咱的中本山维新圣殿呐，啊，嗯嗯，还是讲咱的三宝四大雄宝殿呐，啊，嗯，是有一点比较困难一点，因为这个经实在是很多，嗯嗯，所以我们都会请翻拜法师等引导胸，引导佛前是好，哦，然后再来禀，啊，对，然后这些经我们送的时候是回向给大众。而不是回向给私人，嗯哼，是是是，所以这些经典弄好了以后，我们在这些昭告十方法界的时候，就是看顶格而已吗？不是，还有我们的榜文。哦，还要榜文？对，我们的榜文里面就有这些什么经几部，嗯哼，还有我们这次水陆法会它的用意是做什么，嗯哼，所以我们就要请那个内坛的主坛，哦，大和尚道灯法师，嗯哼，他每年都会帮我们点榜文。哦，是是是，是啊，是，听说点榜文的那一支笔好好用。哦，是，你知道吗？哎，不晓得，来来，这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听说不是只有水陆法会了，嗯，我们每次点榜文的那支笔呀，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要考试的话，带着那支笔去，都会考得比较好。哦，是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杨老师，那支笔在哪里？哦，有时候我去看的时候，笔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笔在哪里。有需要的人，对呀，啊，就这样传。是是是是是，所以法会之前，其实你刚刚说的这还是只有一些部分而已了。对呀，啊，还是有很多工作啊，陆陆续续都要准备啊。嗯，是是，有一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一一呢就是再让大家信众知道，因为真的要准备太繁琐太繁琐的东西，嗯嗯。不过呢，在我们法会之前呢，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师父常常开始我们说结界啦，嗯，哦，是在法会之前为什么还没做到结界的这件事情？结界，啊，嗯，结界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一场法会的时候的会场，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看到，譬如说我们做这个法会啊，是在中本山做啊，是，那我们看到的中本山跟计嘛细有高低呢，我们看的是平面的嘛，对呀，啊，嗯，所以我们有地下的啊，会场有地下的啊，有地面的啊，嗯，还有空中的啊，嘿嘿，那全部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坛城。 哦，是，那就像琉璃一样的清净，是是，哦，无染，啊，还有像那个金刚塔城一样啊，好，那个邪魔啊不能侵犯啊，哎，是是是，啊，好，我们可以好引起那些诸佛菩萨啊，他们降啊，乘风乘云而来啊，降临啊，嗯，是是，哦，还有我们的六道啊，凡众啊，大家一起来奔赴这个道场，是是，来接受法会的洗礼啊。所以在这个结界里面呢，啊，哈，嗯，对，虽然能跨博，但是非常的殊胜。这个结界是由谁来带领做这件事？由我们内坛的那个所有的诵经哦，那些大和尚来带领。哦，是是，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时间都是在第一天，等于我们法会是不是礼拜天开始嘛，嗯，那礼拜天那一天我们就是下午两点的时候先把我们整个山都先撒进，嗯哼，撒进，哦，整个总本山，是，所以我们是在弥陀讲堂是两皇坛，嗯，我们整个的出家人的全部集合在那边，嗯，然后开始撒进，是，眼进，嗯，然后完以后由师父带领大师兄三师兄还有一些法师讲师还有所有去参加的信众整山中是一人。哦，是，这个时候我看我们往前我们所拍的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些纪录片，啊，对，也看到就是法师他们走在前面，诵经师走在前面，那呢有师兄师姐就跟在后面，嗯，啊，这个结界真的很殊胜啊。对啊，这是洒净而已。哦，洒净而已。哦，这是外坛的洒净。哦，是哦，是哦。他们洒净以后，
然后就到净土坛，嗯哼，去开始把我们所超度的祖先啦、啊、冤亲债主啦、是阴灵啦、地基主啦、还有十方家有缘的这样众生啊，先给招请一晚。然后这是第一天的工作、啊、是然后再过来第二天呢、啊、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诵经了、啊嗯哦、然后第三天也诵经，那第三天的晚上内堂开始就第一件事就是结界哦，所以刚刚我们圆瑶法师武功哈，结界呢其实就是上下左右啊、嗯哦，这个成了一个对对对一个立体的立体，连上面的、地下的我们都结界起来、嗯，绝对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庄本山这边平面的一个结界而已，它是非常殊胜的。更殊胜的呢，在我们的祭祖大典，哎，在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还有非常的多。所以说，那么古板节的水陆法会哈，让全体同修的信心。爱心还有我们的慈悲心还有智慧的心都是要必须要合而为一，才能够将我们的水陆法会呢举办得非常的圆满。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呢就是圆瑶法师典仪组组长啊来跟我们谈到这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想知道的，尤其水陆法会希望大家赶快报名哦，从现在开始你还没有报名的要赶快哈，因为我们作业真的要有一段的时间哦，较早无咱的祖先祖灵拢较心安哦。今天谢谢圆瑶法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感恩，谢谢瑶琪师姐，谢谢各位。东西那么真感谢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业经，师父弘法上师开始，大家学业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收看卫星世界，用心看台湾。各位孙亚叔姐，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易经，师父弘法上师开始，水陆法会净土坛，是由出家法师来恭诵《阿弥陀经》，以及念佛圣号，借由法师的修行观想，法师的念力加功德力，都给咱所有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尤其咱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诸灵，拢会当仰仗佛力、仰仗天威、仰仗菩萨的慈悲力，来予咱达到面容亮丽。今仔日接受咱访问，这是祥基山神佛寺典仪组组长圆瑶法师。圆瑶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雅琪师姐你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头前请。啊，即个菩萨天师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是咱啊，即一比年诶，即水陆大法会啦，啊，已经都要到啊，吼，即修行的日子吼，真侪人拢是真踊跃的报名。所以讲这段时间到底呢，我们这个法会的时间呢，我请圆瑶法师来甲咱做报告一下，啊，要安那报名哈？那请你甲咱大家啊报告一下。好，各位大家好，真正时间过了足紧的。一年一年，咱今年已经到第十六年，水陆大法会，是那时间嘛，愈来愈接近啦。
尤其咱伫旧年年底开始接受十方善信大德的报名，是，吼、哦，那咱的日子发挥日子是五月七十，甲这个五月十七，这是农国历，是，那至于咱农历呢，是三月二十二到三月二十九，嗯哼，那想要叫大家紧报名呢，因为咱这十多年来水陆大发挥。是，那大家参加了拢足有感应，吼，厝内底大大细细家庭平安。是，尤其咱所有善信大德所发出来慈悲心、无私的心，是，哦，譬如讲，咱倒一个路段，也是倒位某个地点较无平安，咱遮信众大德，咱的学员、贤士大德等，大家足慈悲的，都甲师父。吼，请示师父，咱要安怎互伊来，大家较平安嘞。嗯哼。那师父请示老祖，嘛足慈悲的，就讲好，安尼，互大家设这个十方菩萨南无高魂。譬如这个地点，吼、是伫倒位，你就写这个地点的菩萨南无高魂。是。啊，是讲这个路段，啊，那定定的发生车祸。嗯哼。那我们就写这个路段车祸者，吼，菩萨南无高魂。啊，是铁机啊路上重要哦，平交道啊，是。你有诶平交道吼、哦，以往足侪拢啊，这个平交道定发生代志。但是经过咱这一二十年诶超度，咱遮诶大家学员吼、哦，啊，大家信众无输诶迄个慈悲心，啊，较超度了，真正台湾各地继续平安诶、是是。算快快到啊，希望大家提早来报名。是。吼、哦。啊，咱报名诶电话是。空四九七二四六六九，吼、哦，啊，咱会当敲这个电话入来讲，咱要安怎来报名，过来给咱台湾更加平安。是是，讲到咱的净土段的这个事情哦，进前咱知影讲吼，其实咱啊、以往拢是七段一数嘛，吼。可是咱即摆有个智慧长。给一个段哈，到底算不算一坛？那是七坛一所呢，还是八坛一所呢？这个问题哈，我请示过师父啊，是师父讲智慧长，哈，智慧长，这辖内三界万年，原来归属是你净土段哦。那刚好是碍于我们长期三学佛事，咱所在嘛是虽然讲四五家地，但是关关家家。正经白的所在，会当做坛城的，大概就是在那一个地方。嗯嗯。啊，因为咱历年来这十多年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咱所大的坛城，壁顶拢甜啊。嗯。吼，也没办法了，咱已经够拢用米斗。是。吼，米，咱用是安怎用米？我用别项，米就是一方面做供养。嗯嗯。吼，所以咱搁甲因炕头米的面顶米斗，吼啊，一面做供养。嗯嗯。吼。啊，已经拢满啦！我阿叔直直催催催讲，因为翰林所伊是离净土坛最近，所以我把它延伸过去到翰林所来。对，是。啊，翰林所的位较宽，咱做个隔一半来做支会长，吼，这个辖内平安，阖家平安坛、嗯哦。是是。所以，那你设在这里呢？人家一看是翰林所，但是翰林所是供养遐个。无人供养的祖先啦、英灵啦，因为他们是看到咱顶哥有告示上去，我们这边有法会啊，所以因落来，落来，但是要当倒嘞，无位，所以就只好到翰林所。是，哦，是。那我们的辖内支配长先，还是有人供养的，所以咱再个翰林所阁隔一半。嗯，来做这个合家平安的坛，哦，是是 是, 是因为安尼，所以咱这七段一数是不是会当予咱大家知影起来？咱七段一数是水陆法会内底是固定的，是第一哈，就是内段，内段哈，再过来两红段，哈，再过来楞严坛，嗯嗯，哈，再过来华严坛，过来华坛，嗯，过来延寿坛，嗯。吼、哦，啊，搁一个华严坛，嗯哼，吼、哦，啊，一所就是翰林所，是是是，所以叫做七坛一所，是是，嘿嘿所以有真侪咱的信众大德哈，来到咱的水陆法会时，当然这净土段是非常的重要，搁做殊胜嘛哈。那这净土段哈，
哎，真侪人讲哇，这入来到底是参拜的顺序到底要怎么样？哦，参拜顺序哦，嗯，哎，出家师父如果在诵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参拜，是因为等于超度的人来参加的人很多。嗯哼，你若入去参拜，咱的香烟足济，是香烟很多的时候，那么在烟啊这里济，我们眼睛会不舒服。嗯，没错。哦，再过来，我们的喉咙会不舒服。嗯哼，那会影响到诵经哦，师父他们整个情绪，等于你一把酒一落。你老不好会咳咳咳，嗯哦，影响到他们啊！一拿加不落一里，还咳着，没有很专心的在诵，嗯。那我们连会这些在听经文化，会跟着他们的情绪走。哎，是是是。所以上经的时阵，嗯，咱卖拜拜，嗯，卖把杯，嗯嗯，好，哦，让我们的祖先，好，哦，咱的英灵地基主能够很安心，免讲一方面要听经。一方面要听家孙仔来讲，你有教无？我要甲你引唔对，我要甲你引，你有口口拜口口问，我也要听经，就是因为这样子。对呀，对呀。所以为着讲不爱教了讲，他们听经闻法怎么样，书圣的一个修行。所以讲，咱这段时间吼，在诵经的时候，最好这个时候麦克要把杯了哈。啊，所以到底呢，我们是要先禀文书再来宝贝，还是宝贝再禀文书再来上香啊？这一连串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啊。对，你这个问题我等一下再讲，我再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很多人会打电话进来，师姐啊，我跟你借问啦，我到底当时去宝贝拜拜好啦？嘿嘿，其实在师父告诉开示我们的领域里面是希望您较早来呢，有时间，既然要上山，也是一天嘛，嗯，落山嘛是一天，落海嘛一天嘛，是你们就早一点来，嗯，哦，啊，来跟着师父诵经，好，恁来做身，好，嗯，恁完成这组，甚至恁超度诶，这诶阴灵啊啥，他们看到你很认真的在跟着礼佛、拜佛、诵经、忏悔，嗯哼，他们也会跟着走，是，而不是说你来时匆匆忙忙，我就来紧来点一个香，我拜拜嘞。紧来恁有来无来哦？我只问念念，今朝想想，我要紧来等。嗯，其实你这种心态吼，嗯，太匆促、太匆忙的话，灵界也是跟你这样子的心态。是是是。所以我们不希望讲你来拜拜时是这样的匆促，嗯，我们希望说你来的时候，除了净土坛以外，你可以跟着咱规山的所有坛城，嗯，你都去礼佛拜一下，是，哈，哦，是，让这样子，甚至讲你的祖先，我都买净土大的，嗯，我净土大经，我就还我已经直直听，但是我想要去了解别大经，嗯嗯，有时候借着子孙，哈，哦，借着讲咱这个有形的这个体，咱行较多，伊来对较多，嗯，譬如讲啊，咱就直直行讲莲花坛啊，或许。哦，在祖先，在祖先也是有缘的。伊讲，哎，龙凤坛袂歹，拢咧忏悔。哇，在生做足侪唔对，我即摆要进来忏悔。好，他们就进去了。是是是。因为师父捌讲过，咱的只要是我们的大殿呐，啊，嗯，还是咱的山门啊、寺庙啊，拢有吼发生卡掉嘞。嗯哼。所以他们这些灵界有时候要来，要怎么来？虽然是很开放性，但是他们还是借着说，咱家家孙哪在悠闲，跟着我们进去。嗯嗯嗯，是是是。嗯，所以他都啊讲到这个啊，咱的净土坛哈，是先要来成拜的，还是要来发杯呢？或是要先来禀文书呢？第一，先点香。先点香。哈，嗯，有诶，较功夫就讲啊，既然这拢灵位，嗯，因为我们那边除了说你的祖先啊，冤亲债主、地基主、阴灵，比较有属于自己私人的以外，嗯哼，其实咱有说一寡讲的，譬如说中华民
中华民国三军啊，阵、嗯、亡啊，这样是三军将士啊，是是，其实这东西对咱都有恩于我们的、嗯、哦。啊，个迄个天主帝王啊，万圣苏联啊，我们也可以事先哦点香拜拜嘞。啊，如果讲你若你讲我拜我的好也可以，啊，你若你讲嗯，既然都拢有缘，我有缘来个这个坛城，那这里的所有万灵都在这边。那我就点香，每个炉插一支也可以，全部插好了，哈、哦，咱再来拔杯。嗯哼，嗯啊，拔杯的时阵呢，有的人拔足久的，讲我那拔无杯是安怎？你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当然啦、啊，碰到这个问题，我自己在我们啊有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道场的周年法会哈、嗯，那去的时候我碰到哎，那种拔无杯还是真的地址写错了。真的、哦、是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碰到的问题。这是第一是讲你地址写唔对了。是，我那写笔误的时阵，同音的字很多啊，嘛写笔误写唔对了。是是是、哦，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我当时啊，做生啊，较执着的嘞，哈、哦，譬如讲，我来坐你这啊，你搁第二个问讲，我有来无？有来无？有的就说有啦，跟你讲有啦，啊有的规矩歪插你啦，所以你就一直拔毛杯啊，哎呀，所以后来就请示师傅啊，阿叔就咱开始，吼、哦，人就是安尼啦，啊何况讲连环改，伊嘛是有共款因的习性啊，他们有习性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你就爱恭敬，咱的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做主，嗯哼，龛印地主。哦、就是念我们的名字，是、哦、某某人带你到，吼、哦，啊，我今仔日供奉啊，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吼、哦，啊，我就超度祖先，请我的祖先来坐莲位听经，啊，看有来无，啊，然后来请老祖，甲我讲者，因一杯圣杯，自己冤亲债主啦，还有那个地基主因缘，拢是共款，是是是是是，啊，过来拔杯拔乌安，嗯，啊，我们不是。师父很慈悲的，今日讲咱未晓甲阿祖先讲话啊，啊未晓甲英灵忏悔啊，未晓甲完整祭祖忏悔啊，哦，啊所以师父就写一个祭文，哦，哦，是，啊咱祭文就是讲，咱一旦进入我们的啊，进入我们的那个总本山的大门以来，哦，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先去填写祭文，嗯哼，填写完以后，哦。啊，个去买个三宝师，哎、欸、是是、哦嗯、三宝师的时候，咱只个冤亲债主祖先呐、啊，还有英灵地基主啊，咱去烧的时候，很灵光，较光强嘞，吼、嗯嗯哦、啊，就买完填写好以后，嗯、就是过去边先点香拜拜嘞，拢插好了，嗯哼，个拔杯拔有了，嗯哼，开始念祭文，哦是是哦，啊祭文念完了。再念三宝师，然后再来画金子就对了。对，然后先把祭文再拿到外面去画掉。是是是、哦，啊，然后再到去领金子，嗯哼，去领金纸。是啊，买金纸，咱领来了，贴贴贴贴的时阵，哦，嗯、有当时因为金纸足侪烧未起，嗯哼，那师兄会跟我们说。啊！你们先放在旁边，等下我会跟你说。是，我们要放旁边以前，咱先个祭文，头前后边搁念一遍，念好再个藏嘞。哦，等下是。因为咱无法度话，咱就先藏嘞、嗯。是。等下师兄，伊、嗯、就说，因为师兄得着，伊嘛是直接甲咱送入去供养俩。是、哦、是是。并没有说搁帮咱念祭文、嗯，所以咱家己先念一遍，啊才藏嘞。但照师兄规个可能共用是是，所以这一个程序哈，我们听到圆瑶法师跟我们讲的这么清楚，但是有的人当然哦，你唔免烦恼讲，哎，我来记袂起来，没有关系，你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师兄师姐呢在那边做服务，只要你不懂的地方，你用给当改你清稿啊，这个法仪要怎么走，这些我们的师兄师姐呢都是非常的慈悲哦，一定好，你怎样讲怎么样呢啊，来到我们的净土坛会更圆。满了哈，当然你刚刚提到这个婴灵的问题哦，这个婴灵呢，一般怎么样来分呢、啊？听说婴灵它还是有分其他不同的层次，有，嗯哼，婴灵你都分两种嘛，嘿嘿，好、哦，我们现在已经超度十几年了，大部分有超度过的学员信众拢知，好、哦，第一就是在肚底，不管是
你故意要堕胎、嗯、或是不小心流产的，是是，这都是属于阴灵嘛。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出来了，已经有几天了、嗯嗯、但是真的不小心去夭折了，还是、哦、那个就叫夭亡儿嘛。哎哎，那很多人会提起一个问题，是我到底要超度几次？哎，对了、嗯、那对呀、啊、哎对呀，阴灵到底要超度几次呢？那以前师父是有讲过超度七次，七次、嗯、七次。但是最近我为了阴灵的问题，我本身为了阴灵的问题，我左边的肩膀痛到对高王去、哦哦哦、然后甚至又痛到你看见了筋到天上去、哦、是然后整边有没有绑起、哎哎、然后 这去年就请示师父、嗯、师父说你怎么啦？我说我看医生看不好，又不好意思问你，我觉得你很忙是师父说怨孩、啊、你要等我用要等到当时啦、哎，后来就帮我看一下，他说哎呦，你的孩子都大了、嗯嗯、他就说、欸、我的小孩都长大了，是其实我流产一次、啊、那是不小心，但是师父说是双胞胎、哦是哦、而且是男生、哦、是师父说哎，你都大了、啊、你没给他办一个法仪、啊、成人的法仪、啊哦、是哦，还要成人礼哦所以他就这样拍起你的很看吗？啊，两个拍的你一定爱个爱命呀，所以你就会很痛苦啊。嗯哼，然后就说，那么是不是能麻烦师父、嗯、哦，帮我写这个成人法仪，我来做超度？是。后来真正请问师父是，就说，到底我们真的要超度几次小孩子才能成长？嗯，师父，你以前都说七次，但是七遍有的人一年内底。哦，这间敲那间敲，都敲过七八遍去啊、嗯嗯！这样可以吗？有的是啊，师父说不行啦、嗯、你没有时间让他去思考他的灵性怎么成长。嗯、还是灵性还有 一年一年的长大。对啊，就像讲咱有肉体啦，嗯嗯，哦，咱拢已经有肉体了，我讲经讲多久啊？恁几个人误着？真的，真的，真的嗯、没错，你这一句话啦，真的可能。别人听在眼里怎么样，也进了宗门跟接触我们这个妙法、嗯、我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一句话打动到我了。后来就跟师父说，师父，我自从进宗门到现在、哦、我每年都有超度，差不多二十二三年了，我超度了二十几年了。嗯嗯，师父说哦，不怪哦、啊、你就每天都在家有超度，所以他们大了、嗯啊、至于说别人的话，如果超度至少要七年以上、啊嗯嗯、那你要如何了解说咦，他在冥界是不是有成人有大汉、啊嗯嗯、师父说有一个方法、欸、是去跟老祖宝贝、嗯、你要点香告诉老祖我在什么时候弟子在什么时候流产至今几年了，那每次法会你都有超度，那他们在冥界冥界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你香槟刷了快半点钟，你去拔杯，至少爱拔三个杯才有尊神、哦、是是是，那才是有成人。那、啊、如果没有的话，还是继续超度。是。那就有人问我说：“姚法师，啊，你现在成人礼咒说，那你还不要超度？”我说：“要啊，为什么不要？因为我们的祖先不是都是成人人吗？嗯，有的还没有到他们的佛世界去呀、啊。嗯，哈、哦，虽然咱众生都在超度，何况个英灵？嗯，一虽然是。”成人长大了，但是不见得他已经悟到可以到他的佛世界去了。嗯嗯、没错，所、嗯、以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还是尽量的去超度。是是是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问你，师父开示说哈，咱参加这个年位的供养，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来祭拜？如果你们家有喜事。那你饭店要请啦，嗯哼，吼、哦，啊，你贴啊拢换做倒一间饭店，那你主人爱搞，主人当然爱搞啊，对呀、啊，哦，啊，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嗯哼，我请我的祖先来，第一，我既然请来了，好不容易仰仗佛菩萨的力量，是，把他们请来了，我要感恩恁，嗯哼，
嗯哼，哦，来生育我、养育我的时候，嗯，我就借着法会的因缘，刚好把他们佛菩萨的接佛菩萨请来了，还有我们师父很慈悲，又写了一个感恩祖先的祭文，嗯，我竟然还感恩感恩啊，是，哦，啊，冤亲债主，我嘛是啊，啊，几啊世以来，要调嘛调到袂当来，何况我们的修行能力又有限呐，啊。哦啊，难得借着老祖法会的因缘，啊，把他们招请来了，赶快拿师父的祭文，赶快来忏悔，是啊，养上佛力来解这个冤，是这个仇啊。是啊，至于因缘的话，近的嘛是爱敢忏悔啊，嗯，哦，到尾洪公请有一遍，咱一个法师因妈妈有一次就生病，大概在快20年了，嗯哼，他生病的时候，师父去医院看他。回来以后，第二天刚好那个师姐的师兄是住在仙佛寺，因那规定规家会哦，两阿翁住在仙佛寺，师父就在极乐殿看下去，就说：“啊，刘嬷嬷，刘嬷嬷，你过来，你到底拿掉几个？”他就愣住了，师父你怎么问了？我昨去看你母，啊，现果皮为啥死的囡仔？啊，你到底是第几个？啊，说对啊，啊，迄当经济无好啊，啊，都无法度啊，所以就甲提掉啊。嗯哼。所以你看，师姐生病一直不好，小孩子又在那边要东西吃，是说他们很饿。是。好、哦。嗯哼。那我们就是要超度，嗯、把阴灵超度了，让他们能够有所安。是。第一，阴灵会附在父亲的身上，嗯哼，会附在母亲的身上，嗯哼，都不弄是老母啦。嗯、但是有一对师兄师姐，老父靠我的修啦，啊、老伯靠我的修，所以他就想求度嘛。所以他就给老伯，给董老伯先过背景了。是，所以哈、嗯，我们知道很多的在水陆法会，我们超度了这些莲位，尤其刚刚我们的是圆瑶法师提到了这个阴灵的问题啊，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过去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可以借由我们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呢来超度，希望达到闽阳两利。尤其我们所动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很多，但是希望呢我们全体同修的信心爱心慈悲心跟智慧心呢化为合而为一，才能够将我们的法会来圆满，这是非常好的。阿弥陀佛，也谢谢我们的圆瑶法师来接受访问，谢谢，祝福您，感恩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东西那么近，感谢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易经。师父弘扬小说开始，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阿弥陀佛。收看卫星世界，用心看台湾。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易经。师父弘扬小说开始，每一年水陆大法会，在咱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所来举办，大家拢是充满着欢喜，
到底来拜佛敬祖先，感恩佛，感恩祖先，充满天人合一，在咱人间的净土，唯心净土，唯心的世界，将咱列祖列宗的主观灵、圣灵，请到净土大大城，受纳祖先，受纳子女，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共创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今天接受咱鸿蒙这些禅机山仙佛寺典仪组组长圆瑶法师，圆瑶法师你好，阿弥陀佛。师姐你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头前，信众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所以伫遮吼，我要请咱的圆瑶法师，虽然讲咱知影讲，在这水陆法会呢，伫今年农历3月22号到农历的3月29号这段时间哦。非常的忙，可是之前要准备的动作东西很多嘛，哈。可是呢，就是讲咱一般信众，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尤其是报名的时间呐、啊，不清楚的问题啦，到底他们要怎么样来跟我们接洽，还有怎么样弄明白这些事？报名的时间当然是大家越早报名，我们提早作业，第一提早作业是。不急不躁，可以把大家的连位打得很好。是。那校对的话，事先法工也进来校对。是。那你哪如晚报名？第一，我们时间根本就不够，嘛不在了，你的连位处理噶，好些好些，那就要让你们来等哦。我的耐心，像这几年来我所看到的，北部、南部比较远路的来，他到的时候才说看人报名啊，再讲伊也要报啊，是。他一报的时就站在柜台旁边，就一直等，一直赶、嗯。但是你没有想到，你们都那么晚报名，我们办公室的作业人员，甚至法工能调的办公室的位置就这么的大，而且那有一定的程序啊。对啊，最主要你位置这么样的大，你这种时要再请更多的法工来帮忙，是嘛？无法度啊。是。所以希望各位电视机前的贤士大德，大家然后听到，较紧来报名嘞。报名了，不是讲诶，不要把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啊，家里不平安的事情，都怪罪于祖先。因为大家都這樣，後來我們做人的祖先耶，是啊是啊，我們如果做不對，是怎麼要讓人怪，對吧？所以第一，這就是時間，時空，因緣的合合，有時是你累世原因，這做出來到位也有可能啊，是是是，有時就是說，你如果有流產的因緣，求度也有可能啊，再來就是你這些有緣的啊，也各级亲戚朋友50啊，也是讲，甲咱过去，甲咱口角上有问题，也是讲，咱有对不起人的所在，即世都啊，这个时空因缘汇合到了、啊，他要你求度啊，要求度于你啊，所以就乎你一寡不如意，才能示现出来嘛，你才会注意嘛。对，因为我觉得打电话来山上，很多都讲，阮家袂好势，唔啊，祖先都唔对。不要这样想，祖先要感恩。所以讲到祖先的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祖先有些来自各个地方，较早登山过台湾的嘛，出这问题啦，对，有些像外省籍的啦，或出这人登天的好请来啦，而且有人讲已经进了功德塔的啦，甚至啦有个多姓的祖先，我也讲一种招的啦，是冲啥？我过继当人家的小孩的，对，这个都有问题。听讲也有很多都是四五代都没有都没在指示的，到底要怎么办？你若讲第一，就是讲登山过台湾来的时阵，咱当时是来都无请祖先，是。那开始很多人都不了解的时候，有当时啊登天好请啊，就讲什么人什么人啊，历代祖先叫很七祖啊，我今仔安公妈恁进，那大家进入啊坐住在啊就是讲，那师父开始讲。出侪人诶啊！这个虚空界来来去去，我们也看不到啊。是，那我也想讲，你伫叫啊，头前听无着，敢若听到后边讲，有人咧请来坐哦，来坐哦。进来了，煞互你哭咧啊！哦，哭咧出来，底都袂平安啊。像雅琪师姐刚刚提到，咱有诶祖先啊，放伫功德堂啊。是。即马想着想讲，
啊，师父一直开始要追根溯源啦、啊嗯，那我要请回家拜拜啦，好家属他平安的呀、啊，又不知道法仪啊，等咱两年，将两年前这师兄去功德堂拜拜嘞，把迄个金炉啊，伊个功德堂一个插香的炉带呀，伊就甲砍一挂坑嘞，就请登去拜。这样如法吗？所以请登去了拜拜，哇，哎呀，厝内底如来。你做老爷嘞？对。师父，伊就来问师父，师父啊，我住安公妈了，师父啊，你是安怎安尼？伊讲啊，我都去功德堂啊，啊，香炉付得卡。师父讲，吼、哦，你参别人拢请请等。是是是是是。后来像这些问题呀、啊，吼、哦，那我们要如何处理呢？其实师父有写法仪呀、啊，嗯哼，他、啊、又写了说，为心献稿，各界安放祖先错误败位处理的方法。嗯错误的内容，就是讲你按唔对势。有诶，看自古早时代，对当三国台湾是有文公，嗯哼，就是说生活环境很不好的时候，刚好这个人他还经济上还许可的话，伊、嗯、就一直甲你帮助。嗯，啊不，但是伊是对当三国来啊，他没有子孙啊。啊，转去的时阵，啊，咱就想讲，哎呦，伊甲我帮助遐济，就家己入咧公马内底啊。嗯哼，但是到最后。咱的公妈嘛，互相因伫临界，有当想，哎呀，你都唔是阮家的人嘞。有的时候到你恩惠的，伊讲这是我的文件了，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啊。是，就像我们后里一个师兄，他们也是这样。后来那个师兄没有听师父的话，搞不好目睭拆眉，就这样往生了。哦，系啊。真的是，所以这个问题呢，你要怎么解决？师父说，第一，咱若是说发现到咱的祖辈，我祖先里面排的姓，吼，跟户口名簿不同的时候，咱必须要很慎重的去给他做一个处理好，吼，啊，请教长辈啊，是怎么这户口名簿跟咱的祖辈不同啊，要问得很清楚，是，然后再去修行有修行的迄个道场的寺庙啊，吼啊，诚心啊，烧九层香，禀报迄庙的主神，嗯哼，吼啊，求指点，看要安怎来处理。是，过来，咱就用红纸，吼，详细甲写清楚。超过30分以后，嗯哼，吼，就是红纸写清楚，写讲啊，对伊的缘由是安怎拢唔对去。那过30分以后，再拨杯。啊，破杯要三杯为准。嗯。好，啊，那发现唔对的时阵，要退会。我讲，啊，我唔对，我怎么？我已经去寺庙嘛，跟我指点确实都唔对啊、嗯。我要怎么处理？要退会的时阵，咱的处理方法要安怎处理？嗯，哦，师父讲，爱参加迄个大型的佛诞日的法会，嗯，哦，啊是啊是讲水陆大法会嘛好啦，哦，啊供设拜位，哦，啊面顶上写什么姓氏的祖先的灵位，哦，那你要做事，你第一先去寺庙设灵位。第二咧，你爱动出呢，先供养三道，吼、哦，这牌位爱供养三道，吼、嗯哦，啊，穿一挂饭菜啦，设灵位的时候就要供养三桌，嗯哼，然后请他们来听经闻法。那伫初年的时阵，你爱先用菜饭，嘛爱来供养，嗯哼，啊，给因禀报，讲要请去倒位听经，吼、哦，啊，等到圆满的时阵。则规个甲因奉上吼，去迄个请佛菩萨做主奉上，对因的佛菩萨的迄个进回归他们的本位去，安尼照尊圣、哦，才能圆满。然后咱设正副牌，啊，你甲正牌请等于村里吼，啊，请吼、哦、有修行的人吼、哦，会晓的会晓择日是啥吼。哦啊，还是咱的法师讲师也可以去咱道帮咱看哦。啊，你坐山不能冲煞、嗯、哦，啊，村里当时嘛袂当冲煞，然后择个吉日才给安起哩，安尼
然后才算是圆满。是 是, 是，所以也听了这些法仪哈，那我们绝对呢不要说哎呀这么繁琐，你就其实你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一定要如法哈。嗯，那当然就是说，有些像咱譬如说是遭罪啦、过继啦，或者是收养的这些问题哈，那是不清楚、不了解哈，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各个道场来请教我们的这些住持法师，或者是请教我们的法讲师，因为一引啊，给咱做说明。当然，如果有更复杂的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由法讲师来禀报师父，由师父来做处理，这样就可以了哈。是，但是在我们的注意的话，回你若是不清楚、不了解，你可以打个电话啊，来询问一下呢这些比较特殊的个案的问题了哈。这是我想会比较清楚一点。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莲位的供奉祖先哦，大莲位哦，他有供奉祖先，他的殊胜是在哪里？这个其实师父开示啦，咱若发挥时阵，除非说像你拄只伫讲诶，有莲位之外父亲赛，因为他们要从家里因拜好了，因爱用一条红巾啊红布。把祖先的牌位全部都包起来，请到神佛寺来，请到寺庙来，然后那些里面有写牌位的那些祖先，把它放到大莲位，让人听经文化做一个奉上，那个才比较需要用大莲位。那一般不是这么特殊光武家的，我们就用那个我们一般的莲位就可以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大莲位这样子。是是。那有关于这个依附灵的问题啊，我想很多人现在我们有一些道场呢，也有在消灾化解依附灵的这些文书，由师父呢开示，很多人呢都诵经回向给依附灵，有时候甚至就说你把杯把龟婆的经，然后你要诵完，然后把依附灵呢一起跟这个文书呢帮他奉化掉了嘛。所以这些依附灵的问题呢，一般来讲，现在的人他所呈现的这些问题，那这些依附灵在我们的莲位里是要用什么样的莲位？我们师父有特别开示有一个依附灵的莲位，那至于很多人来超度依附灵以后，会问说，我超度完怎么没有摩擦了？其实依附灵如果是兄弟姐妹求度的话，那你就超度差不多三次啊，三遍啊，是几遍过，他们就会各自往生活净土。是。如果是说累劫以来的，跟你有冤有恨有仇的，那个你一定要多超度几次，而且还要诵经回向，那个才会渐渐效果再出来。就例如说，我们有一次基隆道场圆坛法师啊，他就讲一个跟我们讲，就是依附灵的事。那他就说有一位师姐啊，住在台北啊。是，他每次到基隆的时候，在台北要去基隆之前，好好的，然后从台北坐车坐火车到基隆的时候，到半路的时候，可人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舒服后就到基隆道场去，那圆坛法师看他怪怪的，就觉得说，应该是有依附灵，是，就问他说，啊，这位菩萨啦，你较慈悲嘞。你有什么事？既然你今天来到道场啊，你就给他讲出来。该是爱安怎做，安怎行，再请这个女菩萨，就给你超度，送进给你，又安怎？刚开始讲都不答应嘞，什么事他都不回应嘞。后来圆坛法师跟他说，你不回应，你什么都不答应，什么都不回答的话，也没办法啦，就真的什么事也不能为你做啊，也不能化解什么啊，也不能化解，你跟他的温温温暖也是要低的啦，后来才讲出来，想叫他哪一世，某一世，要跟我相亲男朋友，哦，是这么厉害啊，相亲了，都他赢，哦，所以他不甘愿啦，对啊，这世呢，男朋友今晚也对台北回来，一的结会加结盖社会，其实女孩子也不认识那个男的，是是是，怎么知道？他说
啊，逐遍拢让我看到，嗯，啊，拢做个做伙，我都愈唔甘愿，所以我要创治伊。哦，是。后来就跟他说啊，其实嘛无像山药，你安尼讲嘛是没有效果。嗯哼。后来一直跟他谈，一直谈，谈到最后就是水陆法会跟他公示。嗯哼。试了以后呢，经过两三年，很平安哦。嗯。再过两三年又来了。嗯。因为伊想讲啊，安尼即马平安那边死啦。嘿嘿。一个来，是，啊，过来那个女菩萨要去找圆堂，啊，就说，啊，你哪会过来？咱不是讲好啊？伊讲，你叫我去的所在，也无车，也无老爷，足无好耍的，所以我得去倒转啊。是是是，哎呀，是真的也很困难。那表示说，你以为超度一次两次离开你了，是，但是你无改倒改伊的祖先花落出来。嗯，回归到他的佛净土去，是啊，哦，没有明了一切事情，他还是会回来找你。是，所以有人讲啊，我超度完清这主啦，嗯，哦，啊，这依附灵啦，哦，一遍、两遍、三遍，哦，好无代志，无可能啦，嗯。你怎么来就怎么去，你当初安尼讲，安怎讲出灵地，安怎讲讲，安怎讲回去了？你现在就是一定要一直诵经，然后借着法会的时候，再借着这些啊出家师父他们的威德力，嗯，还有菩萨的力量，好，哦，来铸造他们元神光强，让他们悟性赶快出来，能够悟到他们回归佛净土才算了。是是，所以咱家信众大弟苏亚苏姐哈，在咱今年一比年，咱的王祥老做几个新书，咱这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哈，这是民扬两利。所以在我们的农历三月二日至三月二九，那是国历就是五月七十至五月十七，这段时间拢总有八天的时间。不过您即卖吼，就当开始报名，因为真的主灵安心，冤亲债主也安心。例如这家咱的这连位的供养，或者是有其他的连坐供养呢，其实都可以得到法益哈。在咱甲咱啊过去过了世，咱可能结了个一挂这缘呐，有的是一挂恶缘呢。我们甚至呢，应该要借由这水陆大法会来帮他化解，这样子结冤释仇，咱才当得到圆满呢。那当然了，你刚提到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殊胜哦。不过就是讲，现在若是家里头啊，这依附灵这，那我们也是有依附灵的连位嘛。是，嗯哼，嗯，对啊，依附灵的连位就是写某某人亲友依附灵，嗯哼，然后超度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如果你说我没有时间哦，我不能去，那你就不要超度了。哦，是是是是，师父开示的，因为你敢来叫人去。那讲诶，今仔佛菩萨要做法官，要调解你们两个的恩恩怨怨。嗯哼，一方无来，绝对无啥调解。哦，当然啦，啊，这个关系都拍袂成嘛。对，绝对没办法调解。是是是。所以你要参加的话，你一定要来，佛菩萨才能帮你解冤释仇。嗯哼。哦，至于讲啊，咱公司嘛好，哈啊，客家嘛好，是地基主一定爱超度，因为地基主你若超度。伊个灵光若光强，自然咱厝内底大大细细较平安啊，工厂伫做嘛会较顺利，是哦。啊，有个人讲，超度工厂内底含泪不输男女孤魂，嗯，为什么要超度？哦，有个人讲，我工厂都超度地基主席，因为过去咱即块地，嗯，咱毋知是啥物地，是哦，所以会有一些在这边往生。甚至是有的是买到人的较早蒙阿婆地，咱起来做工厂，是是，有很多的灵界在这边，所以咱来看超度，因啊听经闻法悟道以后，他们变成我们的护法，嗯哼，菩萨，嗯哼，所以咱工厂买较平安，是，较顺利，是，哈，哦，这是超度之一，但是上重要，我们的工厂还是要如法。易经风水一定要读，要如华，没错，没错，这样子超度更有效果。嗯哼，啊，大家赶紧报名了，是是。我有听闻一个这个案例哈，就是讲，
在这条这条街咯，哈，就是这一栋的人呢，一整排呢，这些住家都得了重病。嗯，但是呢，到底为什么大家同样的一个病症都是严重的病啊？阿妹啊，叫张家公啊，请示了以后呢，师傅才开始说，啊，你这个较早讲是三七五减租的时候，因为这个地主他不满，所以让现在这些人住下来呢，这一排的人都跟这个地主有关系，所以都很不平安。那这个时候呢，是应该要超度哪一些的连位？师傅说，一个人超度也没有用啊。嗯哼，所以你花旗的人爱去甲恁进一排所有的客家人讲，哦、嗯，因为咱家家户户都要超度，住伫家无平安、嗯，我们大家共同来超度这个地基。这个地主，是是，哦，让他来听经闻法，然后我们还要共同的设普桌，然后大家一起去跟地主说，嗯哼，哦，当初是三七五，这是政府，哦，规定了来这个法令，是是是，并不是我们一定要你这些东西，自己规定的法令，对对对对，嗯，是，所以不是一个人，师父说你一个人也不好啦，是是，一定要全部的人一起共给超度。所以我们又回归过来了哈，就是咱希望讲大家吼，哎，较紧来报名，因为咱是这国历是5月10号到5月17号，农历是3月22到3月29哈，哎，记住喽，赶快报名，家家户户平安，闽阳两历，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又很快的时间，想请你谈一下在天的日期，啊，跟咱王禅老祖啊师尊呐，他的圣诞千秋是什么时候？南北啊来祝寿。我们水陆法会一般的话，我们堰口会有五坛，嗯嗯，五大坛的堰口。那在前面呢，除了第一天阴魂恩间发表以外，第二天开始我们就会有堰口。嗯嗯，那堰口我们前面有四坛，是四坛以后会休息一天。嗯哼，那休息一天呢，那一天早上咱得来拜斋天，来感谢哈，再来提供。哦，诸佛菩萨，哦，啊，完了，到了在国一天第六天以后，我们再做一个三大事的堰口哦，不是只有一个哦，是，嗯，啊，就整个差不多快圆满了。那我们老祖的圣诞是3月26日，哈，咱拢伫3月26日，主席，咱来个拢做祝寿，是是，哈，至于说，哦，每年的。佛教是四月初八浴佛节，嗯嗯，那我们会提前做，我们都会在我们法会圆满的那一天，我们会在维新圣殿设一个浴佛坛，嗯，大家怎么洗佛，洗掉家己的业障，和家己较清净的智慧较。好嘞，安尼。哦，是，所以说，其实举办水陆大法会呢，咱是依着咱的圣人啊，这个法仪来做超度，而且呢，来接引我们这些祖先的诸灵进入咱的心中，进入到我们坛城里面呢，来受纳了我们这个修行的大法师他们的爱心了。所以讲，咱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哈，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哦。有要报名吗？当家哈啊，时到日到，就要来报名，大家来收。Okay, 现在呢，报名你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其实都可以有更详尽的解说。那今天真欢喜的是，我们啊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的圆瑶法师典仪组的组长呢，来接受访问啊，谈了这么多，都还是很多没有谈，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繁琐的这些我们的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哈，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谢谢圆瑶法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感恩祝福你，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同时，那么真感谢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易经，师父弘文小说开始，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